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乔怡，今天我要介绍这本新书，就是《四周变女神》。这本书里面呢，有专为运动日还有无运动日设计的料理，减脂不是只能吃水煮鸡胸肉或是水煮蛋，它还可以吃到这么多的美味食物。饮食是很重要的一环，所以这几年当中，我一直在不断摸索该如何把健康的食物做成美味又好吃。如果食物变得好吃的时候呢，我就不怕不胖，可以一直不断的持续下去。书里有一道菜我很喜欢，它叫做花椰菜豆浆鲑鱼白酱意大利面。因为平常的白酱啊，会用那个面粉，然后跟鲜奶油，然后我用无糖豆浆，然后还有其他面取代它们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好吃，一定要试试看。最后，请大家把它带回家吧，和我一起体验做料理还有运动的乐趣和成就感。拜拜喽，拜拜。需要拜拜几次？Thank you.